近两年，虹口公园涌现出了不少奇人，今天我们便去一探究竟。你对了我啦，我比明星来了。哎，侬是明星呀？你不用心哪开心呀？你要开心哪开心，伊就难过。要弄点辣椒回来。不一扔辣椒吃吃。哎，我是讲了对不啦？没错了。侬，我人家老不喜。哎，那个得出台子，人家侬老不喜，天早会跑到公园里来，那么年纪轻的人来啊？搿么侪是差不多的人要来了呀？哎，讲那老不喜，先到公园来做啥？伊讲。哎。哎，侬对了我吓死嘞！我比明星嘞，还得明星老多的，梅艳芳。张学友，真啊！哎，还有个叫周华健。搿侬是啥人？我是啊。侬张柏芝。我张柏芝啊，张柏芝马相好嘞。我啥马相啊？侬马相张柏芝马相呀？哎呦喂，侬抬举我嘞！哎呦，阿拉得张学友、梅艳芳、周华健，不得了，侪是明星哦。面孔一看，侪跑来舞，老难看哦。人家话，哎。侬想想看好嘞，搿种梅艳芳才多少漂亮啊！侬讲是伐？哎，张柏芝倒好看，身材又好，面孔又好，加了啥面孔啊？搿勿来事，勿来事。我把采访从来勿导演，搿伊面孔像抽丝木头一样的。哎，伊了面孔像抽丝木头一样。哎，阿拉老公看到哎，伊讲那虹口公园得个梅艳芳啊，伊讲只逼伊讲没介难看啊，伊讲要死嘞。啥的？周华健。哎呀，现在就把电瓶车尿了六针，伊把电瓶车撞着了。哎，伊自家撞的，勿是人家撞伊，搿搭尿了六针。哦。伊一来五十几个人粉丝盯牢伊，没地方逃，逃到后山去。搿边是儿子，要跑了，要跑了。伊逃到后山去啊！哎，伊爬到房子山高头压去。哎，没地方逃了呀，伊出来对勿啦？像农民工一样的。哎，农民工。哎呦，套鞋一穿，比我穿来要特别，面孔嘛没哈。不灵啊，要稍微打扮打扮。还是侬长得，我还稍微可以。又会得跳舞，又会得跳迪斯科，搿勿是我老乱。我跳骚舞跳了好嘞，搿搭没人跳得过。侬跳啥个舞？骚？啥叫骚舞？哎，侬又勿懂了。哎，啥叫骚舞？哎，侬又勿懂了。啥意思啊？骚舞这里是老骚的，那就在俺楼里外头也讲了。是。骚舞跳这个跳得男呀，跳得男人，哎，开开玩笑，开开玩笑，干不下下，干不下。等一个都几十米吧。我们拍照了，麻烦了。哎，摇起来，明天再摇。明天再摇。阿拉看到直播还蛮有劲啊，第一趟来看。哎，亚叔，侬是蛮新鲜啊。侬直播播眼啥么子啊？跳舞。哪能跳啊？侬跳不了不跳啊？跳。就搿能介跳，就搿能跳。搿叫啥舞啊？蹦迪。蹦迪。哎，不是蹦迪吗？蹦迪。蹦迪。蹦迪。哎，蹦迪，蹦迪。虹口公园。哎，虹口公园侪老好白相，不是没介许多人来呀。哟，听说搿搭有搿种啥个虹口周华健啊啥物事弄。从来不要看。从来不要看，为啥？没我好看，要看啥？没侬好看。哎，侬是虹口。不要看。林青霞。来喽。亚叔，侬退休了？阿拉退休已经十几年了，我要八十岁快了。侬八十岁快？七十七。七十七，我真的看不出来。退休生活是大概是哪能？开心了不得了，白相呀！哎，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来这咱们虹口公园玩呢？最近也看到说，那个这里好像有很多那种很神奇的这种行为艺术，虹口孙悟空吃生肉，然后在地上有那种爬行的行为艺术。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明星啊，或者特别崇拜的人啊？之前就非常喜欢陶喆。你喜欢陶喆 RNB 啊？我们一起唱一个。Oh David， 小宝宝了吧 ？Oh David， 小宝宝了吧 ？Oh yeah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。下一期是久违的上海话大挑战，由游百万老师主持，复旦大学盛清老师来正音，千万别错过。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见。